知道，又让我玩上单，他又让你去上单，没办法，只能去上了。欢迎来到，嗯，看你这把剁手怎么抢的。哦，什么叫抢啊？我们凭实力行不行、啊？真的是，上把要的不都是抢吗？都是抢吗？赢了！哎呀，就行了，难受了。你这个英雄，你灵动性挺强的，你多游走游走，多捡捡人头啊！我知道，我知道。中单凯隐啊！埋头的在中路的呢。中单凯隐、啊，你说什么？我说对面陪玩玩的这把是中单凯隐呗，是吧？嗯，对，死残打击，哎，死残打击，你又来一切了呢、哎？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死残打击，哎，一血到手 ，thank you。哎呀，你就不能去？下饭太下饭了。你看着他人在上路了，你过去啊。你是要让我们在上路来一血的吗？即将崛起，敢跟我一级诺克萨斯之手对平？不好意思，哎，上来你先六个头。咋了？夜魔？嗯，你是在俱乐部接的单吗？我在俱乐部接单，怎么了？哎，行。俱乐部是吧？我今天点不到、明天继续点，我总有一天我能点着你，我就不信了。还有这陪玩不赚钱，不是你点我，好好打好你这把游戏行吗？你点我就帮你打呗。他差的，但今天确实是这个老板先点我的呀，我肯定不能背刺我老板呢，对不对？万一哪天我接，万一哪天我接你的单了，万一对面老板又出双倍的价格，我就去对面嘛，对不对？那不得看实力吗？啊，不是，就这个院他哪儿好啊？值得你给他赢人头？什么叫我哪儿好啊？挺好的，对我。我现也没压力我。哪儿好啊？他单价他都给不起你，他双倍单价都给不起你。我这单价能赚多少啊？不是，我单价就这个单价呀，不用双倍单价呀。我又不坐地起价。挺好的，你再杀回来，你杀回来，你好好好，你杀回来，一血都让人拿了，你还在那杀回来呢？你赶紧想办法吧，哎、别让我输得太难看好吗？我想赢，你懂吗？知道，换线了呀，对面。换线跟我打了。你不要把所有人都想的那么物质行吗？在这疯狂的挖我，挖我们家。就是你以为每个人都很物质啊？我接单只是单纯想看一下老板的照片，姐能给我发个照片吗？行、姐，你之前给我发过没有？我都忘了。发过。20个刀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发育行吗？等会儿你忘记了，我等会儿再给你发一张。姐，你给我好友都删了。我等一下给你加回来。删我好友干啥呀？发给你行吗？奇了怪了。我是亲好友，我好友我这个号上基本上很少有好友的，然后不小心亲到你。哎呀，坏了坏了！我这个狐狸，哎呦，没事。坏了坏了 ，nice， 没事。掉了。他怎么在塔下不出来呀？他怎么还有双 buff 呀？你行不行啊，星空？打野是给他送。这把出什么鞋？我看一下。哦，又是送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还没有拿头？打狐狸我就出水银鞋。我六级给你放大招，保护你。姐，你是不是把我当工具人了？你别，没用的时候就把我好友清了，有用的时候就点点我。嗯，我没有，我清了你好友之后，我清完你之后，后面我去找你来着，完了之后吧就没找着，
后面发现不小心把你清掉了，我就去俱乐部去找你嘛，然后去语音你嘛，一直没遇到。哎呀，又让我想起我之前了，真的约你半天没约到，约到那个男的让我输，得亏你现在来了。这把还得输，怎么又哎？这把还得输，还得输。你说你啊？我现在是领先你五个头，好不好？不是，哥们，你说你自己还得输呀？啊？我说你们还得输，你挺有意思呀。管好你自己吧，星空你得继续了，得继续杀呀，这让他们拿那个一血一下就比咱们多了。星空打满头大汗呢，遇到真一直被压你可难过了。哎呀哎呀哎呀，快点，怎么哎呀，很凶啊，哥们！松下来，你就过来，这才一点血，过来杀人，这才一点血、啊，很凶啊，哥们！不见吗？这不死啊？没事，他得死。这狐狸不死，所以啊。我跟你讲，一某，真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定时的去清空好友，我真的是天天跟客服约你，你太难约了。哼哼，我不信。嗯。啊，我今天加你，我保证再也不删了。哦，没事没事。我把你特例拉个分组，好不好？你差一点用死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哎、不会不小心删掉了。没事儿，没事儿。噔噔噔噔，这人都差不大。啊，差不大，对，不大，不大，就六个。哎呀，该说不说，这陪玩还挺，这个星空是吧？还挺那啥。打我这么痛啊！这狐狸，我帮你控到他了，我帮你控到他了，上呀上呀！这狐狸怎么打我这么痛啊？可算拿到一个，可算拿到一个，没事没事，可以可以，没事没事，挂了就死了，我变身了，对对，变身了，死了就死了，不要紧。不死了没关系，变身的时候我总能去，不看我下不下就好。你现在不要管死不死，你现在只要杀人就好了。肯定，知道。哦。哦。哎呦，可惜没有大招。反应狂来了，为什么打人这么痛呀、啊？这狐狸啊，奇了怪了。不知道。哎。这么凶、啊。哎呦，死不掉好像。死不掉。嗯，我就知道你要开过来开大。别下了，别下。我就知道。别下了，别下。开大了。让虫子先下，虫子先下。可惜你没有传送、啊、哎呦，你们是怎么想的呀？这两个人回家，打反手吧、嗯，打反手吧，快跑快跑！都要死了，还反手呢？打人真疼呢，这小狐狸。嗯、走走走，去中路，去中路，别停呀！还又杀了一个。他在横谷还是被你杀了吗？对不对？帮我控住他，我就能杀了。他两个头，我三个头。我控住了啊！杀不杀看你了，控住了，控住了。他两个头，你三个头。死了死了死了！他们，我给你扛个塔。他也三个头了，但这个这把这个阵容他变蓝开好像不太行呢。他已经变完了。自残打击 A。A 无情铁手外圈刮接 ，A 接自残打击，没有用的兄弟。哎，自残打击，牛逼！哎呀，以后哈，以后我没有点到你，我点谁我都不点，我就点你，没有你我都不上，我都不上人这个，我都不上这个车，都不跟人家玩。哦。这就有点假了，姐说这话有点假了。啊，
哎呀，那我今天那会儿不是已经被欺骗了一次吗？他跟我说他老厉害了。老三，不是被欺骗了一次之后，我就不相信第二次了。我现在就相信。无情铁手。艳花，被他欺骗了一次。啊，又要杀人了呀！咱不行去下路吧，下路人多呀。你老打这个厄加特耽误时间呀！你看啊，走啦。这死了，哎，他死了，杀人的好，我以为这死不定。那你死的跟有什么关系？哎呀，也定住，定住，好开，定住了，定住了，来，这蓝凯能杀得了谁呀？这怕杀不了呀，蓝凯。哎，你这游戏理解有点问题了，哥们儿。我就在旁边看着，我赌你杀不掉他。哎，他杀了一个了。行，我还能跑，有点东西。跑吧跑吧，快回去吧，别让人又打死了。我感觉他这个人头来的好惊险。没事，对吧？又喜欢吃。走了走了，哎呀，你个猪脑子，走了。最近练了几首英雄。发呆了。你落后多少自己不知道吗？来了来了来了，我这看见你我就着急。你看看他这么凶，以后我跟他同时点你，你一定会选我的，对不对？夜魔，必须的呀，好不好嘛？哎呀，狐狸不好杀。没关系，手太长了。你现在人头还比他多呢，然后兵也比他补得多，你经济比他好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你了，你最厉害了。真怂。别走别走，我在塔下给你控。哎，哦，谢谢。哎，不谢谢你帮我们家控。哎呦，啊。你人呢？喂！哎呀，可惜了，这没杀掉。这个头，这没杀掉。一切尽在掌握。可惜了，可惜了。压死我了！幸好你拿着了呀。谢谢剑魔帮我们打的。哦，不用谢，不用谢。没关系，我们人头还是比他们多。没事，让你一个，让你一个头。对啊，让你一个又怎样？实力啊，不用了。下路跟过来呀，跟过来下路了。等，下路是吧？我们也来了。来，快点。哎，哦。哎，漂亮！舒服。哎，快点，快点！这你就走了，我拿头了呀。这就死了，走。我拿头了，哥们儿，确定你要走？你走我就拿头了。别让他拿头啊！我拿头了。别让他拿头啊！来了，我拿头了。这你要来？那你就上，你别怕死。哎呀，你这不会走了一下吗？我这也想走啊，为啥？哇，好大好大！不是你，让他拿个双杀，你干什么吃的呀你？不是你这么残，谢谢你们这么残的血，你过来干嘛呀？想抢人头啊？嗯？你蠢不蠢呐？这就有点逆天了啊，哥们儿。他没蓝没血，他先上人头。先上来了，输的这老板血太多了。你看，又让他领先了不少。没事。哇哦，我帮他变羊，盾，自残打击，牛逼！人头，起飞了，太厉害了！你能不能上点压力啊，辛苦？得加买点韧性装。我感觉你们挺悠哉的呀，你啊。等我的技能好了，我就把这孤立给杀了。
我输了你还挺高兴是吗？一点都不知道。死了这狐狸。嗯。可以可以。我来了。没事没事。我也来。你来干嘛？自残打击，无情铁手。我来解决你。外全挂自残打击。你别老管他，你快点杀吧！你老管他干什么呀？哎呦，这流血，这你赶不上热乎的，这你让他爆炸，让人家拿了。这流血效果这么慢吗？这流血效果。哎呦，我真的无语死了，怎么？哎呀，着急呀、啊！上上上上上！打后面这个，打后面这个，前面那个都已经让他杀了。啊！哎！哎呀，你们家老板拿你个头！哎呀，你还让他转起来！嗯。没事没事，棒！我怎么这么会抢呢？哦，啊、有时候他抢不抢的，你伤害高一点都能让他抢着。这么难救？看你需要发育一下。多七彩，你是个垃圾，真的是。我这个必须杀了。十三个了啊、哦！没事，搬回一个。姐没有压力啊，姐打他没压力啊，还没压力，你把你跑一会儿你就叫上了，确实没有压力啊，打你就跟打蚂蚁一样，一点压力没有。菜就是菜，对不对？彩影前期有点没伤害，没办法，没压力。你玩个凯隐，你还杀不到人吗？你转去，你哎呀，你来回的窜呀，你不是可以穿墙吗？来了，哥们儿，你那实力的话是不是翡翠？是不是翡翠？嗯，老实说，你说翡翠的，我感觉能赢你的。我猜你的实力在白金左右，猜的对不对？我说你清楚。啊！你别搭理他了，你就好好杀人吧，你一个人跟。你就说我猜的对不对，是不是白金左右，大概是一个黑色玫瑰白金三的一个水平，是不是？去杀那个 ADC 呀、啊、你他妈的。哎我操，哎呦，这给你抢到了，抢了一个，这给你抢了、nice、我得留一手了。你早点过来杀这个 ADC， 两个人头都是咱们的。来两个人头都是咱们的，回家。没事，等一会儿就好了。杀下路这个。这个宝石你在那儿？哎，互动什么互动啊？真的是。出个。打的又来倒去的你。我说你不带脑子，你就是不带脑子。要不你只能当陪玩呢。我自己也就白金左右，我说他白金。啊，对呀、啊，我怎么感觉我稍稍的领先他几个头啊，我也白金左右啊。嗯，哎，你就你这样，你还想挖我们家夜魔？我看不看得起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连你我都看不起。哼，我活该我们家夜魔不愿意跟你玩，是不？夜魔，说高了我就黄金水平。我在游走。说高了。我来了，等我。来，我看你的。我保护你。无情铁手。上大招。哎，为什么我在扛塔呀、啊？不知道。哎，他流血流死了，真的流血。啊！我来扛，我来啊！我杀了，他死了，这么下饭啊！哎呀，怎么叫抢啊？不实力吗？啊，真是，可以，这波打的可以、啊。哎呦，你保持下去啊，咱们还差点呢。没事，这
肯定要赢回来一点呀，肯定赢，差十一个，差十一个，嗯，就差一点点。哎呀，我又没跟你说话，你别管他了，你好好打你自己的吧。你这么下饭、啊，可以了，忍不了了。去杀去杀去杀！板甲加自然之力。无敌了，可以，往后退一退，往后退一退，退一退呀，对对对对，杀不到我、嗯、没办法没办法，他们着急了，死在我手里吧。哎呀，第几个，这个有机会没有，有点难，我说上你再上啊、哦，拿五杀去了，这一波看好了，看不到吗？不要眨眼，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哦，明天有拍卖会，明天有拍卖是吧？咱不要先上呀，你那么脆，就咱这实力去拍卖，那不完蛋了？送什么呀？就这实力，上去了你也上呀？就这实力去拍卖会，那不完蛋了？这谁呀、啊？伤害这么高、啊！哎呀哎呀 ！Nice， 双杀！啊！太好了！哎呀，他抢了，他就流血流死了。啊！哎呀，你们就只会抢人头是吧？嗯、哦，我们就只会抢人头，玩的是什么、啊、人头局？毙了毙了，没，这没拿到吗？这两个头？哦，还差十个。打了一波团战，板甲打完还差十个，自然之力。你要不是拿了那个一血加了那几个，我们差不了那么多。别在那逼逼赖赖、嗯。哦，我说他没说你是吧？你赶紧去杀人，你别在这晃悠了。伤害差一点，没出狂妄呢。狂妄感觉还是得出一下，没出狂妄。哦，回城好快，死的也好快。今天晚上得下饭了。一定要等他先上了再上啊！一定要控制好了技能啊，留好了，不要让他拿。还想抢？哎呦，还想抢？五杀了这一波。哎、怎么又让他来了呀？控住了，被控住了。没事，他杀不了，他杀不了。哎，我杀不了，这是什么？三杀，幺幺五杀了吗？自杀，对，哇，不是，哎呀，不是，怎么又让他拿五杀了？八百八百让他拿五杀，你干什么吃的？肉也有好处，死不掉。你接力抢了，你让控住了，你不会躲技能啊？你他妈蠢吧你？夜魔你好，夜魔你太厉害了，夜魔，自然之力。也没姐，没有没有，今天手感有点差了，今天打的有点五杀五杀的，你让他拿翻倍翻倍，你嫌我输的少是吗？今天打的不太好，老板见外。老子才点就让你给我输来的，不是姐，我没把住的精力塞。他们好着急，你这个操作，你这个意识，你什么段位的呀你？大师啊。你玩的跟个菜逼一样，垃圾！过来呀、啊，过来呀、啊，看不见吗？你还在那逛街、啊哎？快点过来！咬了，咬了！大师呀！又让他翻倍，一天大师就这技术，我不信。哎，这被他怎么还要带虫子拿到人头了呀？你是大师的话，我不就是王者吗？但是我没有王者。说明你的大师是假的，你就黄金，顶多了。要我操！你顶多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哎呀，还有一个什么？都被赢者。你是大师的话，我肯定不是王者呀。嗯。毕竟我们家十一摆在这儿呢。啊，这给你抢了。可以。
你要保持下去，你不要再让他拿双倍了好吗？这一个双倍打得我他妈，我是峡谷质检员，你的段位大概在翡翠。过来过来，哎呦等打了，你怎么，哎你看我人家全水里去了，很弱啊，捅进去了，就是很弱，死不掉，就死不掉。啊，受不了了！哎，我们家没钱了都。不是对面怎么？你不要造谣啊！我就是打十的，我这我这随便打的。翡翠不能再多了，没有大师。嗯。没事没事，他大师，我们王者。你还王者上？你别老跟他。我说的是烟魔，我又没说我自己。哇，烟魔！看好了，别眨眼，姐。看好了，别眨眼。别急，别急，我有血手。快点去抢，快点去抢！看好了，别眨眼。把人头都给我抢回来！哟，哦，我操 ，K 头怪我。啊，这这么开头，看好了，看好了，看到了，算你进。哦，看到什么？我看到你抢了一头。哎，怎么又往泉水里冲啊？我刚想夸你一句的。无情铁手，帅不帅？牛逼！这一波还行吧？这一波预判他 W 补伤害，直接一个大招。我都。我都不愿意给你99分，我都愿意给你100分，我少一分我都觉得对不起你。问题不大。你回家吧。又有一个送人头的，哎，又有一个送人头的，哎，又一个。要么就过去抢去，要么就回家，不用在这转了。我给你扛一扛的，快上。他死了，他死了，哎呦我操！让他死，你去。好死。没办法，没办法。没事儿。哎呀，没办法，这一波一点办法没有了。嗯，我们现在有个一线，还有个 double，我们人头还领先，太厉害。哎呀，烟魔呀，太厉害了。行，那你就在那待着，然后。中路就看着啊，中路就看着那边那几个人，他好不容易死了，你还不抓紧时间去杀点人？他怕自己死了。你不也死？我说是你，我没说我们家夜猫。愤怒合计。好，走了。他被我走了，他被走了。不用管我，走你的。诺克萨斯，他们走了，我们要拿人头了。谁走？无情铁手。不会再。你回来不要死啊！我被击飞了。那几个都挺肉的，不要死啊！让他们先上啊！有机会再上 ，nice， 牛逼，不该变羊，可以可以，抢到一个是吧？抢到一个就 nice 了自己，啊，哎 ，nice， 人家拿双杀没事儿，我三杀，没事，等他妈出来我就不赌泉水了，技能歪了，技能歪了，等他妈出来吧。哪哪都是道理，哪哪都是理由，要么就是英雄垃圾，要么就是技能歪了，还有手长手短，要那个中路有人了，上路没人了的，怎么都是你的借口啊？不是借口，是事实啊！我每把都在经历啊！你菜成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吃个 F 六。我真不菜了，人家杀3-4个，你杀20个，就是没有一血，没有 double， 你也输得很难看了，已经，要点脸吧。谢谢你提醒我。嗯。做梦呢。加油。对面的兄弟
他又在旁边试图偷人头。什么叫偷？等着等着，等他就下，等他打残了再去。打残了我就杀了，打残了再去。啊！哎、哦，大屁股了。大了，这不太好吧？宝石这个大呀，哎呀。哎，可以。没事啊。他凯隐确实好。好拿头。那个脆皮，那个脆皮，他一秒就。哎。太强了。他凯隐确实爆发还挺高的。给他变羊。哎呦。就差他一个嘛。他这把让我玩上单，他自己玩刺客去了，吃大亏了。嗯。你回什么家呀、啊？你红蓝 buff 呢？你杀几个小兵不就有血了吗？前十五个头你回家！我他妈真的是醉了，他在泉水这守着呢，你去回家了。实在不行出全输出算了。哎呀！来呀来呀、哎、我都控住了。我再给你上个点燃、啊、哎呦他们趁你不在在这拿人头，那点头卖了，我走不了了，卖就卖了，卖就卖了，现在杀人最重要。你还管卖不卖，我说 你看你，哎呦，我真的我现在看你操作我都想吐，我活着还能杀，我活着还能杀。扎紧了，扎紧了，扎紧。噔噔噔噔噔，来，怎么说？你看，又把他等来了。你看他多少血、啊，又把他等来了。没事。没事没事，输着呢，还输着呢、哎，赶紧多杀几个吧，不要让他再杀了。哦呦，这么没抢。抢得好，抢得好。这也太难 K 了。等一下等一下，宝石开大了开大了，你不会，哎呀这也太难 K 了，等一下你看你这个、哦哦哦他要死了、哎、漂亮啊，你又被差一点，那对面攻击叫你躲眼镜了吗，你走，我来帮你了，攻击有点多，没事，牛逼，又让他拿一个三杀，人家三杀四杀的，四十个头，你多少人头啦，嗯哦不小心死掉了。等会儿我出来也能杀。他们家都要没了。不好拿，凯隐的头不好抢。那等一下，这不还得死、哦？给对面杀，看他杀。有，哎，你看他还能杀不？看到没有？我们先杀他，我感觉、哦哎。我站在旁边看，他等着他收杀。又在点我你。哎呀，他这回血真太强了！哎，人家是陪玩，你也是陪玩，看你还能说啥？你他妈在家里死了，在城市里面。哎呀，漂亮！来，你是让你家老板在旁边看我？好大！你家夜魔拿人头吗？好大好大，没蓝了，蓝没了。让我来了。没事，你还能什么？他没了。手哪个英雄啊？这个英雄叫什么英雄来着？法外狂徒。啊，对，法外狂徒，是的。嗯，他不是分分钟钟拿五杀吗？试试我吧。这么相信我？一打多吧。我一直都很相信你。这把打谁呀、啊？打安妮、啊。在草里待着，别出来。我们蹲他一波，拿一血，一血很重要。就是啊，不要再让他的滚雪球了。啊，上路一血没了。我站在那没动，没注意，没关系。没事。哎，可以这样，下次防止他拿一血，我先就送个一血好了。哎，对。你就觉得你们家拿不到一血？就他了，就他了，上！
哎呀，这让他跑掉了。差点没给我乐死、啊，死下去，哪儿都有你。我跟我陪玩说话的有你的事儿。我像我的，我又没像你。狮子狗，离草远一点就行、是。我赢了那么多分、我开心还不行啊？我笑还不让我笑，你管真宽。你怕对面呢你、啊？脑子有炮啊你看对面。哎，这虚弱。哦呦，走啊走啊，狮子狗来了。姐，你这把玩的是上单是吧？嗯，要我送吗？不用，暂时不用送。好，那我先保护好我自己。哎呀我。还好对面带 TP 了。哎呀！啊，我天哪！你但凡带个治疗，他就死了呀！要我来了，你拉一下，拉。过了对手。哎呀！哎，我感觉他要死了。哎，他死不掉，他有个护盾。你又追不上，杀不掉，真的是。他 W 有个护盾，我越塔的话感觉要被反杀，算了吧。哦，先压他补刀。清兵呀清兵呀，你看你自己多少刀啊，你看人家多少刀了。哎呀，不要让他发育起来了。他想杀我，我不让他杀。长剑。哎呀呀呀！哎呦！来，心态还挺好。因为我知道这把地补，都掏绝活了，这不。你别老搭理他了，你搭理他你不分心吗？烟雾弹。嗯。哎。闪现什么意思？这么下饭。Nice。来 double nice 双杀，我不小心送掉了一个头，没事，我看你去了，我们下路也可以杀，一杀就杀。姐你随便玩，其他交给我。好，哎呀运气，你省着点来，一会儿又杀不到了。太厉害了，我们家开张啦，我们家开了 double 的张。你们还有人帮，我们家都不需要人帮，一个人杀两个，嘿嘿，真厉害。我们这下路杀也不多杀，也是双杀，听见没有，那女的都给你算出来了，人家领先两个头了，嘲讽你呢，你怎么还在这悠哉悠哉的，你听不出来好来话是吗？哎，这个人是在等你杀他吗？不知道，放个眼看一眼，不知道这个狮子狗干啥呢，卡了呀。你看，不知道，要不要去把它捡了？哦，它跑了。它去打三狼了，我偷偷蹲它一波，看好了。嗯，好。哎，不要杀了。逮到了吧？嘿嘿，逮到了吧？那。你在下路你可也拿呀，你可也杀呀，怎么把你的技能打到人轮子妈的盾上啊？太猥琐了，你们不杀我们就来了哦，我们来了哦。哦，可惜了，好的好，差点伤害吧，轮子妈终于有点用了，算了，让他饶他一命。买一个狂帽。哎呀呀！
快点的过来呀，快点的。来了，姐来了，我知道。啊，他想杀我，我不让他杀。走到线上还可以走慢，你不是有那个技能吗？不是可以飞一截吗？今天玩的很下饭，是不是？嗯。狮子狗，四级的狮子狗。哎呀，没有 Q 到。加油！下饭是吧？是不是？你看你的点，方便给他盾的时候就不要放技能了。哟，你需要我来教你？交闪不伤。是白银还是黄金呐？哟，可以。黄金。烟雾弹。这个女的，你真的烦啊！那你问的嘛？那我们家夜魔你了？哎呦，把他砍死了？不是，为什么？干嘛？哎呦，我的天哪！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蠢呢？哎，我这个饼干吃了不加蓝呢，打不出来，我差一点点杀了他，没蓝了。我输出都灌满了，他那个姐没蓝，有蓝的话开大他死了，没有蓝。嗯。哎，我操！急了。你一个头都拿不到啊！对了，吓我！我操，没蓝了，我日啊！这么费蓝吗？这英雄太费蓝了。你怎么补兵都补不到啊？我眼睁睁的看你，你卡刀都补不到。这刀妹七个头了，大跌。我猜对面的陪玩玩的是卡莎。嗯，对的。我又大了，等他们拉出来，过来藏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眼啊。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回家？你很爱走位啊，牛逼！哎呀，又让他拿到人头了。啊，我觉得我不应该送那个医学的，不然我还能多赚几个呢。没事，我来笑了。哎呦，他开枪了！他开枪了！哎，开枪！烟雾弹！过去，那个男枪！哎，走，那个男枪去！哎，算了，回来吧。他杀不了，没有标，别推了，你推进去他，让他杀人是吗？没事，我可以杀。玩心眼子是吧？来，直接越塔。好，有人扛。谢谢啊。哎、是不是我们的？肯定我们的呀。谢谢啊。你他妈是个蠢货吧你？我告诉你，别推了。谢谢你们，你们人真好。肯定是咱们的呀，可以杀的。我感觉让人家拿到人头了，你二逼吧你！我这边有被动，我觉得挡杀效果能杀的。能杀，怎么到他那的人头啊？我叫你别推的。直接 TP。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暴击。狗屎呀、啊！你是个一枪中我中，这么会射吗？我姐。射得好准！看看我、啊，姐，你是开地锁头了吗？射这么准？啊！我全图都能帮你。等你的问。哎呦，大招了！过来，这波我能杀。我告诉你，如果不把这把输的人头给我全都赢回来，你一分钱单费都没有。啊，那咋赢啊？必须给他赢。那是真赢不了了，完蛋了！你下路还没发育起来呢，我来下了。等我一下，我知道。你干嘛呢，哥们儿？知道了，姐。我漂亮！这把肯定给你赢。拿下！肯定给你赢。真的假的？拿什么赢？又去了！你看不见吗？他这个雪球滚的，你看看他。拿死！双杀！来三个！我操！伤害这么高吗？没拿到。他出的啥呀？没拿到，爆发这么高。
别回来了，走去找安妮去，我有大。好，那就走。没事，姐，我这把肯定给你赢回来。但单费的事儿，你再想想呗。我想想，输了多少了？你有脸要单费？你什么时候说过赢回来，什么时候再跟我说吧。你哎，我现在不能输，马上有大了。哎呀，厉害呀！他也起来了，哥们儿也起来了，哥们儿这么屌，肯定得起来，不能让你自己杀下去，很屌啊！还差五个呢！哎呀！哦呦！哎，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你能打得过他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没看他在打吗？哦呦，就给他抢了一下。没事儿，这儿一千块人头，姐、yeah, ，我这发育大几，真的。没出收集者，钱还不够。这把不可能让你输的。还不够吗？嗯，差点钱。我希望你的自信能维持到最后。我这把。哎呀，你看我们大招本来大到的吧。是的，但是这一波给我秒了。别单费，带我赢回来。肯定给你赢，肯定给你赢，姐、yeah, 你，这把我这一下，人都活了你还不出来干嘛呢？我来下了，我来下了。哇哇，我等方位，我看到了，来了，我帮你打个视野。哟，厉害！哎呀，你他妈吃谁你都赶不上热乎的你。没事没事，我来了，我上把上方位。你，毙了！姐，你别生气，别生气。买无尽了。他妈，你说这个人头我是留就留，我他妈留给人家留，我不留你来了个屁都没有。收集者，这个蠢逼东西，你真的。我，哎姐，我真可以上。方妹，你真可以上，哎，你他妈。下饭不是很正常的吗？下饭，我是个人，哎、我又不是机器人，下饭不是很正常吗？哎、操，你不去下路，你去野区干嘛去了？咋了？你的意思、啊、我一点失误不能犯？方妹，这方妹埋伏了。我要把他留住。你自己，你什么东西啊？你杀人家刀妹、啊？下饭正常。减速了，快来！人家刀妹15-1，12级，你他妈一个八级，烟雾弹去单杀人家。好了，你是陪玩吗你 ？Nice， 脑残吧你是个？我俩能配合完美。我下路还行啊。对面老板一方面在压力他的陪玩，我倒好，领先了还要被你们压力，咋回事啊？12个头了，领先了要说操作不能失误，那到底是看人头呢还是看操作呀？那有时候操作没有任何失误，但是打不过人头也落后了也不行。你打游戏呢你？好吗？也有大吗？那到咱们是比人头呢还是比啥呀？哇哦！谁？我有个大，我给人家留的是吧？啊，人头怎么可能每个都抢到呀？不，这给他杀了呀！你他妈搞得我现在像个冤种一样！哎，快来！哦，你看这个头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不可能每个头都能拿到。这伤害也高起来了，这把就两个助攻，这把打一波多去多几个人头，打一波多几个人头，人家杀俩你杀一个，人家杀俩你杀一个。他妈的，上路现在差9个头，哇哦，15分钟，还有机会，太厉害了，还有收集者，回家，有什么我不管，我管不着他有什么，你现在把人头都给我赢回来，你这把杀200个，我就赢回来了。等一下，我给他给你拿2个53，200有点多。你拿两，哎呦我操，53就完事儿了。我看看，来拿，我看怎么事儿，拿呀！我都懒得无视这种黑子了。拿了个5下就是好事儿。我都懒得搭理他们了，真的。大半夜的，干啥呢？我都懒得搭理你。我又有大了，我还有10几秒，我又有。跟你多说一句话呢，都是浪费我的口水，懂不懂？嗯。艳魔加油，艳魔，被挡了，
怎么回事？来呀、啊、来呀、啊！一枪、哎、我操，两枪，这被他杀的，我操！一枪，不是吧？这方面伤害这么高，我也不敢被他杀了。nice！ 伤害怎么这么高啊？又拿一个三杀，我操！丢我两下我就没了。嗯、人家杀人就跟切菜一样，你他妈杀人，人家切菜切你的菜。再出个暴击，我下一届来个青羽，他已经抢不过我了。谁不好？你惹一个高你三级的刀妹啊！我眼看着你从小龙上面，你给我跑回去中路去，你去追那个刀妹。你二逼吧你！我真是想给你两巴掌，我脑子给你掰开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十八级，这对面的陪伴，压力坏了。你还想不想要单飞了你、啊、要今天的要今天的开心拿你这个六杠五给我要吗你配吗这把还没事我这还得发育一下就发育一下就行了压力坏了给他夜魔我今天的开心全都是你给的真没有拿一个真的吗开心哦这又给他涂不上了、嗯、真的今天我所有的开心都是你给为什么这么开心啊？嗯，因为你有空陪我玩了呀。就是银人头开心是吧？追呀、啊、追追追追！不是，是因为你有空陪我玩了。哎呀！哎，我在扛塔。可以。死掉了。他死了，去上。月塔死了。算了，没办法。不要惹刀妹了，不要惹刀妹了。我去给刀妹多送两个人头。差四十块钱，差四十块。刀妹玩有点危险。我去给刀妹多送几个人头，让他们看到刀妹就害怕。刀妹血手了，挺肥的。嗯。等一下，你刀妹杀你。没事儿，等一下刀妹来打你，我就放大招。头皮发麻。头皮发麻、嗯、回头别让他晕的想到好主意了吗后入我 Q 碰到了可以杀不到哎呀哎呀没事杀不到不杀了一个就算了哎呀 nice、哎、真的是他一个大招过来干嘛呀真大招抢人头呀干嘛呀你怎么又死了呀你、啊下一个再两个我这不被这个狮子狗还有安妮伤害太高了我直接被激活死了哇你有传送吗没传送刚才用 了没有 TP 了哎呀可惜了你要有传送这两个走快点过来你没看到我那边靠着吗我来了刀妹残血啊刀妹满血啊我来了大招没大刀他这刀妹十五级了我才十四级我不一定打得过他呀哎呦我相信你等他死了再去过去没事他不动手你可算说了一句有脑子这刀妹怎么都十五级了202刀20分钟代打小代练没事我有大招现在上不了我后面我得小心我中路丢个大招看能不能打我不能哎好大但是我上不了事儿好 EQ nice、我给他减速我、哦、差点五杀了我靠哎呀啊抢了那个头这刀妹太肉了空不太好计算血量这是刀妹的经济星空啊干嘛追着刀妹杀呢、哦、干嘛追着刀妹杀呢刀妹我跟着我们俩干什么你惹谁不好你去跟追着个刀妹杀我都纳了闷了那么多残血你不去打毙了、哦回家招的没办法青羽我也想杀的我靠刚才都想大过去了最后一件买个
你看看，你看看那个，你看看那个面包，来看看。饮且见，怎么说？哎呀，哎呀，这刀没太肉了，不好计算伤害。你怎么带我赢回来？哎呀，哎呀，没事，我经济我伤害现在是够的。放松，伙计。拿什么赢啊？拿那叫破嘴赢吗？拿能够青铜技术赢吗？不是，我真不是青铜，我大师啊！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坏了！我靠，大师！坏了坏了！哎呀 ，nice！ 哎呦，我操，这刀妹太狠了！还留了一个刀妹。我没有带！我靠！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换一个换一个，差一百多块。差一百多块钱，差一百多块钱。这个皇子换一个就当没亏了，没伤害啊。这皇子还不是挂机？别生气了，怎么？你还没事呢？还没事呢？水银弯刀，经济起来了，10%生命投资15%，十。我看看你哪儿起来了，还直接出破败算了。等我下一个有出银血吧，刀就好了。有鬼刀，我这把就好杀了。我真的不知道咋说你了，真的是要脸不要啊！差了17个头，还在那没事没事呢。哇，中路好多人跳的是吧？来了，中路还去清兵，还去清兵，走啊走啊，快去啊！赶得上，赶得上。嗯。啊，对不起。没事。只是想帮你清兵。哎，我操！你去干嘛去了？打助攻去了？哎、你还想让他们差一点？没有没有没有。我想了自己的误杀。你好好说话，你伤害太高了。姐，你干嘛呢？没事，这一波人头没拿到，咱们下一波再拿一个呗。五杀有机会的这一把。我抢我，问题是我。我只是想放个 W， 然后没事减速一下子，然后不小心把自己的五杀整没了。抢得好，没事，抢得好。你在玩什么呢？还好呢，还好呢，你快杀你的！还好呢，你管他呢。我天都塌了，夜魔。姐，你射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呗，我就留个技能。好。回家打我，我有 TP， 我有 TP。 回家来个零封，然后直接 TP。 好，这一波舞台很大，这一波舞台很大，这一波舞台很大，让他定起来了。这就是你砍的。哎呦操， nice。 哎呦，去追呀、啊！去追！去追！来了！嗯、哦。哎呦！好射！哎呀，没射到！哎呀，他又让又差一点五杀了。他这个伤害太高了，伤害太高了。他都16级了，他比刀妹等级还高呢。他30个人头了，你跟我说啥呢？他伤害不高，谁伤害高啊？你呀、啊，12个头的伤害高。我们家神装呢？真棒啊！哎，我想想，我刚刚抢我自己抢到的那个五杀没有了，我想想我就心痛。怎么办呀？一直给他杀呀、啊！不是你看不见他杀这么高、啊？哇！哎，厉害！五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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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我是吧？我跟你说，不要让他拿五杀！你他妈的！早就可以拿五杀了，早就可以拿了。啊、太厉害了！不是吧？伤害高，这没办法。嗯哼，太厉害了。人家这给他捡到了，给人家这叫捡到吗？这叫捡吗？这不是伤害高吗？你伤害没我高。打了四把，拿了四
四把误杀，人家杀四十一个，你杀十二个啊！狂妄加了九个助攻，多少攻击力啊？十九个助攻，十五加二乘以几下？不是，加了一百多点攻击力啊！我来了，我来了！哎呀，你别来了，你赶紧推塔去吧，这局还玩个屁呀！哇，推塔干什么呀？五了都，推塔推塔了，不玩了，你根本也别想要了，我告诉你。压你推了吧，谁他妈玩什么逼游戏啊？推塔干嘛呀？哎呦，我真的，你真的去推塔就是你、那个人呢？玩逼游戏玩的把把不知道在下。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杀了杀了，我杀了，没关系，我能追的，我能追的，我能边杀边追。你追就追点追，去你妈的吧，追！赶紧推塔，一点玩不了。我可以追，真没必要推，可以追。哎，赶紧推吧你！别他妈再让人杀了！真的要推吗，姐？我可以追。我猪成这样了，还推？姐，别生气了。伤害高吧？你今天晚上，你今天晚上单飞，一分都别想要了，我告诉你。还得死、还得死一次吧！哎我靠！哇哦，帅！刀妹看我残血，一直说等我，我也想追，我可以追，我现在伤也很高的。刺客他不杀 ADC， 他杀谁啊？他杀肉啊？还是他杀那个一杠十四不值钱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个蠢货！不是你在这嘲讽谁呢？什么一杠十四什么什么的？你少他妈的对号入座，一杠十四不是你啊，我说你了。马下，我刚一杠十四啊。别推，不能推的。你毕竟是五吗？哦，哦，那他妈的有。马下，不是我能追。你追，你追，五星的，你追。拿什么追？追你马呢你？后面几个五杀不就好了？有五台我就能十杀。给我操你能拿五，你拿一局给我看看，你他妈的玩了一百趟了，你拿一局给我看看五杀，哪儿呢五杀？这个老板，这个老板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你遇什么时候了？没事，大家不喜欢不接了呗。这个游戏打他妈五十分钟是吧？那咱就不接他了。你跟我操作，操作你有？主要我也不太喜欢，肯定我也不喜欢。十三杠十九的操作，二十二个助攻的操作啊！画饼就算了。你那个助攻加到你那个人头里都没有人家杀的多，愤怒合计。哎呀，哎呀，都被杀妈的没有养了，没办法了，我这波一打五了，够了，打五三三，我北京森哥都说了不喜欢了，咱必须不能喜欢。求你了，北京森哥是咱友军。赶紧去推呀，赶紧把塔推了。哎呦，一下子我都不想输了。不是，我发誓我下一把肯定行。我操作真的有，我拿自己的下上人头发誓，我操，你杀我！我要你人头有个屁用啊你！我要你杀的是人，我要你人头有什么用啊？不能杀！我杀绿茶，你们是怎么分辨绿茶的？我听不出来。厉害的，你够去推塔知道吗？我听着还好，我听不出来。逼逼赖赖，可能我压根就没听他，可能我压根就没听他讲话吧，应该。趁着他们要推塔的时候，啊、我们赶紧多拿几个。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可以再杀的姐，不别杀了，我操！哎，别杀了，就是给他哭哭拿头。可以再杀，就趁我死了就再杀呢？怎么就趁我死了开始杀呢？什么叫你死了才开始杀呀？说这话，我们杀五十五个头是需要你死吗？我们也我来了，我来了，直接赶紧推了，我不要看那。闹推了啊！不喜欢闹推了，推塔了。我可以追，赶紧推了吧，玩个屁呀、啊，玩追个屁呀、啊，追。姐，我下一把肯定行。拿你的死样的操作